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又要分享奇趣蛋啦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健达奇趣蛋、熊出没奇趣蛋哦。哇，上面有熊大哦，酷酷的熊大手里拿着斧头，我们要和熊大一起保护森林哦。这边是好吃的巧克力饼干，这边是新奇玩具，小玩具拆出来啦，里面有勺子，哇，小车车，绿色的车车，很精致哦。小朋友们喜欢什么颜色的车车呢？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粉色。再拆一个女孩版的健达奇趣蛋，这边是好吃的哦，丰富的奶源，丰富奶制品，100%欧洲进口奶源，很有营养哦。这个是勺子，哇，很好玩的，快来玩一玩哦。小朋友们不要错过啦，是小动物，大象、小猴子。这边有制作方法哦，好像是拼图。哇，好可爱的小象，我们一起给小象制作大草原啦。哇，完成啦！把小象放在上面，这就是小象的家园哦。制作一棵大树，还有水果。看起来小象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